猜猜看我现在在哪里呢？没错，就是我们高雄的九如馆哦。我们之后将会把九如馆做一个大升级，让高雄的朋友们有更舒适的环境，可以挑选喜欢的沙发哦。来逛街看家具的时候，最担心的就是没有停车位置了。不过我们高雄九如馆呢有特约的停车场，那你把车停好之后，就可以安心的去逛街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三楼的线下体验馆，那楼下还有二楼精品定制馆，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去看看吧。九如有将近500平的展区，在这边就可以很自由的挑选和试坐，而且高雄这么热，这边冷气超级强，非常的加分。这边九如馆贴心的为大家布置了一个超级可爱的儿童游戏区，这样子小朋友在这边玩，爸妈就可以专心逛街看家具喽。那二楼的精品定制馆呢，主要都是放一些经典品牌的复刻家具，那看过去应该就知道有什么差别了吧，有没有？走在这边直接变贵妇。没想到在这边逛一逛竟然也就一两个小时过去了，那我自己在这边体验的感觉是觉得非常的舒适，业务他们也都很认真细心的介绍，也不会这样子一直推销你，那有问题的话他们都很乐意协助，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，那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沙发先生家居九如馆走走逛逛哦。